到喽，我们住的地方。阿姨，我们到了。你好，王月。看你家这盘儿，大包小包的搬家呀。走，你，哎呀，嘿，火车，快点，老头儿。中午吃海鲜喽，想吃什么？吃虾还是吃螃蟹？还是吃海虹？还是吃竹蛏？呵呵呵呵。这家的阿姨和她闺女可好？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先上去了。嗯。还有姑娘啊。那么干净的那个，你睡小床，随便。我睡小床，你睡大床，随便，行吗？随便。起来，我照一下，还是我们那会儿来的时候那个房间。哇嘎！这老张头买的，说10块钱三斤，还行吧？不对，3块钱一斤，他买了10块钱的。嗯，晚上吃花蛤，你看，它就看着很厚实，而且很薄，跟梅皮一样，不用削，就这么吃。对。哈哈，太古电磁炉搬来喽！炒锅上。炒锅可以漂亮。木头筷子，忘了带铲子了。嗯。是不是？人家都是绿色无污染。好了，算上去了吗？哎，他这菜也不少，别带俩盆，应该别带俩盆，应该带干碗。这边高，这边都差不多。也许爱与或是错，在这应该搁醋吧。还搁生抽啊，长生抽离合哥，然后再切盘子，才知答案或者的这儿看没有神的光，看多嫩了，中间一丝就不要了，没吃过也没见过，头一次。哎呦，是不是把这个洗完里面这皮啊，他这皮还要不也骗你没骗他，告诉不用骗，他说嫩就不用骗了，你看其实就一小薄丝儿，你看没让我吃过，人都给他骗了，哦，您都给骗下去了，真快，开了抽足泥，抽一下这个蛇豆，长得像蛇一样的豆，焯一下再炒。它面板都是防水的，不小心碰了很敏感。再用这水把这花蛤焯一下。他说焯着匀，然后再炒。现在我用它来炒菜。这个蛇都已经焯完了，就搁点蒜。还是搁我这李锦记的生抽，开始放油，大火，大火快，放蒜，蛇豆，他们这儿的蔬菜了，都是人家当地的人种的，不像我们在城里吃的那种，哇，真香，蒜香味出来，绿油油的哈。也不放盐，就放点生抽，低盐低油，好香啊！绿绿的，我没吃过耶，尝尝，嗯，挺嫩的，清香，好吃。张大厨，张大厨挺帅，1.70米小伙挺帅，哈哈哈哈。这么拍你，这家伙的。
哎，都说老张挺帅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那么年轻时候帅小伙，好家伙，一脸正气呀！拍电影肯定是正面角色的那种。听说你像方秋平，不是说的吧？啊，是我的吧？对，都是你的。明儿买点葱，姜，还没放姜。炒完了一个菜，这拿了咸菜准备熬粥的。看看这水开了吗？这个小电壶，这个带一个，我们俩拿这个可以熬粥。你看熬点粥。这是那壶底，它能当水杯用。多了一个盖，这个是奥什么斯牌子的，奥克斯。这小壶，熬粥煮方便面，这有一开关底。啊，这儿一开关，如果好了的话，你关火就行。这儿有点粥，我们俩一人一碗。我俩的下午饭，苦瓜还吃完了，石头烙饼，还有粥。真想吃的，因为你没吃过。这是我俩的第二顿饭，最后一顿饭。他不能吃辣的，咽炎不削皮就对了。舌头很好吃，感觉辣的你吃吧。他们不辣，我吃了一盆呢。咱买箱啤酒喝着。嗯，喝啤酒。不能喝啤酒。管着，没事。吃海鲜不能喝啤酒。那我买白酒去。哎，咱买点小葱蘸酱，加肉饼。白酒更能吃。葡萄酒，人家就是呢，女的管男的不让喝酒，你家是他管我，不让我喝酒。我又不发酒疯，好吃吧？住在民宿比住在酒店好。我没带身份证，估计都不让住。真好吃，下次多放点盐啊，没咸味儿。行了，哥哥，你搁盐了不？不，怪不得他没搁盐。不用搁盐，他就搁点辣椒。都生抽了吗？啊？就喝豆瓣蓝面。肉太少了。哪个太少了？你吃啊，一盘都是你的，行吗？那你小偷说什么？倒没有沙子。难说了。嗯。都煮的特别好啊。吃的不行，赶快退去。还真是没有一点沙子。我一抄我也知道，哎呦，这回这真棒，哪回都没这么好。螃蟹四五十一斤，活虾25斤，今天上早市买去，我都打听好了，这会儿也不缺斤短两。下回你别放盐，没味儿。吃完饭就上海边溜达一圈，住在这儿哈，吃的也新鲜，也便宜，生活节奏很慢，住房子也不像北京那么贵。嗯，真好，我想在这儿定居了都。哎呀，老张哎，够意思啊。嗯，真香。嗯，加油，棒棒哒。哈，最后一人来碗粥，我喝了两盘子，来了一当咸菜。跟在家的感觉一样。嗯，老张头包肉呢。
点赞关注哦。